this is access radio chicago, am 750, wndz, portage, indiana, chicago. the views, opinions and beliefs expressed on this radio program by the hosts, co-hosts, guests and or callers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is radio station and its ownership. the following program, voice of chinese americans, is paid for by chinese civil rights league, inc. and guests. 九月七日至九月十三日，芝加哥当地新闻。一，ABC 芝加哥电视台的华裔新闻女主播于小玲，林黛玉，正式宣布将于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结束自己三十七年的主播生涯，告别四点档新闻节目。于小玲一九四九年出生于中国西安，后来随父母移居美国加州。 从南加州大学新闻学系毕业后，小林于小玲于1979年加入了旧金山 ABC 电视台。于小玲是芝加哥电视史上首位出镜的亚裔记者，在随后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了芝加哥 ABC 电视台收视率排名第一的新闻主播。在近四十年的新闻媒体从业历程中，她先后六次获得了艾美奖殊荣。 在二零一六年度《一周亚音月》颁奖典礼上，于小玲女士还获得周务清、杰西·怀特颁发的终生成就奖。而同为华裔的新闻女主播徐萍 j u d i Xu） 将在于小玲退休后接替其职位。二，即将成为芝加哥第三高楼的万达文化大楼（万达 Vista） 九月七日正式破土动工。 万达文华大楼坐落于芝加哥河岸，毗邻密西根湖，预计耗资九点五亿美元，将在二零一九年竣工。万达大楼的高楼高九十三层，仅次于威利斯大楼 （Willis Tower） 和汉考克大楼 （John Hancock），将成为芝加哥的新地标。万达大楼由世界驰名女建筑师。 詹尼甘设计由中国万达集团与总部位于芝加哥的麦哲伦集团合资兴建。三、芝加哥西郊瑞博士 （Naperville） 被调研机构 Niche 评为全美最安全城市。在2016全美最好公立学校城市排名中，瑞博士则位列全美第二。据《芝加哥论坛报》。 今年五月的报道，瑞博士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最富裕城市，在全美最富裕城市排名榜中，瑞博士也是位居全美第十九名。距芝加哥市中心约二十八英里的瑞博士，面积约三十九平方英里，拥有顶级的公立学校、图书馆、医疗设施，以及包括一百六十六个公园在内的良好居住环境。 瑞博士是伊利诺诺伊州除芝加哥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城市。美国国内新闻：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与市场调研机构 ORC 共同发起的一项新的大选民调研显示，川普以百分之四十五的支持率领先希拉里两个百分点。尽管希拉里仍在绝大多数民调中领先。 但 C N 的民调是最新的调查结果。近期的一些民调表明，在距离大选约有两个月之际，角逐白宫总统的竞争日渐激烈。二，美国国会众议院九月九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九幺幺事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阿拉伯政府，并寻求赔偿。这一法案此前已在参议院通过。 即将交由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奥巴马政府当天重申反对态度，表示不会签署这一法案。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国遭受严重恐怖袭击后，受害者及其亲属认定，基地恐怖组织获得来自沙特的资助，沙特政府必须就袭击承担责任。沙特方面一直否认与九幺幺恐袭事件有关。三。 枪战中奋勇退敌的洛杉矶三名华裔警官接受表彰。二零一四年夏天，洛杉矶市中心发生了一场警匪枪战，洛市警方顺利制服嫌犯，但也造成一位华裔警官受枪伤。今年九月八日，洛市警局年度表彰大会 （Above and Beyond） 参与该枪击案的十二位警员皆荣获荣誉勋章，其中三位是华裔警官。 Cliff Chu、Nelson Feng 与 Howard i n Nelson Feng 在这场警匪枪战中遭歹徒开枪击中腿部。华裔警官 Chu 与 Feng 两人的父母都来自中国。Feng 在加拿大出生 t r u e 在台湾出生。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州长。 麦克彭斯九月九日公开了十年来的纳税申报单。就去年一年，彭斯与妻子卡伦总收入十一万三千零九十六美元，他们共支付税额八千九百五十六美元，实际税率为百分之十二点四。彭斯现年五十七岁，被认为是强硬的社会保守派人士。彭斯二零零一年。 至2013年，曾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然后2013年1月出任印第安纳州州长。他曾在2015年因签署该州的宗教自由恢复法案，而在全美范围内仍引起巨大争议。五，9月8日到10日，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在首都华盛顿如期举行，会议邀请到诸多华人名流。 政府官员和机构学者，也有许多热心公共事务的华人前来参加。在大会中，全美二百多名华人就华人平权、代际沟通、形象转型、领袖培养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华人社会活动家薛海培是大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曾被美国司法部因以间谍罪指控的华裔学者郝小星。 和陈霞芬也在会议上就有关华人维权的议题发言。六，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两个月，希拉里健康状况成为焦点。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在出席九幺幺纪念活动时，因为身体不适提前退场后，公众开始非常关注希拉里的健康状况。此后，希拉里的竞选团队承认在发布其健康状况方面处理不当。 承诺将公布关于其健康状况的更多记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是国际新闻时间，我是陈博。一，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九日消息，当地时间九时，朝鲜丰西里附近发生五点零级地震。朝鲜地震后第二天宣布实施了第五次核试验。朝鲜国家电视台报道称，朝鲜目前有能力把核弹头安装到弹道火箭上。报道还称。 核试验中未出现核物质泄漏情况，也没有对环境造成影响。二，美国当地时间九月八日晚，姚明正式入选了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名人堂新闻发布会，在斯普林菲尔德进行，姚明来到了现场，并发表了演讲。另外，与姚明一起入选二零一六年名人堂的还有奥尼尔。姚明称，与奥尼尔一起入选名人堂，让这变得更加特殊。而奥尼尔称，姚明是他最强硬的对手之一。 三，联合国安理会九月九日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十名候选人进行了第四轮意向性投票。葡萄牙前总理、联合国前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安理会已于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五日和八月二十九日举行了三轮意向性投票，现共余下十名候选人。在几轮意向性投票中排名靠后的候选人将面临自动退选的压力。根据联合国宪章。 秘书长必须首先由安理会推荐，然后由联合国大会任命。在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中，候选人要得到全部五个常任理事国和至少四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才能当选。四，成千上万墨西哥人九月十日游行反对总统涅托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议。今年五月，涅托提出修改宪法，让同性婚姻在全国合法化。他对新闻机构说。 议会应该举行辩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团体组成的联盟呼吁墨西哥全国民众联合起来，挑战总统捏托准许同性恋结婚的立法。抗议行动组织者说，仅在科雷塔罗一个城市就有四万人参加游行，而在另一个城市蒙特雷，有人举行反游行，支持墨西哥的同性恋群体。现在，墨西哥已有几个州允许同性婚姻。五。 土耳其东部樊城，九月十二号发生汽车爆炸炸袭击，近五十人受伤。安卡拉当局指控库尔德工人党 （PKK） 是凶手。这次袭击发生在二十多名被怀疑与该分离组织有牵连的市长被解职的第二日，在发生汽车爆炸的前一天，安卡拉当局宣布将二十八名市长解职，其中二十四名被怀疑与库尔德工人党有牵连，另外四名被怀疑与流亡美国的反对派领袖葛兰有关。 葛兰被指控是“七幺五”未遂政变中的幕后操盘手。这二十八个城市现在都换成执政党的人当市长。六，中国军方宣布，中俄在当地时间九月十二日起，在南中国海举行连续八天联合军事演习。据称，这是中俄双边框架内最大规模的海上演习。演习在广东省湛江以东海空域进行。中俄参演兵力。 包括水面舰艇、潜艇、固定翼飞机、舰载直升机、海军陆战队及两栖装甲装备。双方将主要围绕联合防空、联合反潜、联合海空巡监、联合立体夺控岛礁、联合搜救、联合登临检查项目。这一演习从九月十二日开始，持续八天。演习代号为“海上联合 2016”。 不久前，在中国出席 G20 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表示，俄罗斯不承认海牙国际法庭对南海问题做出了裁决。名人名言：We rise by lifting others。Robert Angelou。